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的潘议长带来演讲哈，用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赞，大家好。啊，睡有好无？无介大声，我知影，一定睡无介好诶。啊，我会记阮第一届来吼，迄届六度吼，啊，迄阵无。要不设备无遐好吼，我那拢困通铺。那么叫阮爱家己扎迄个睡袋来，我后买睡袋，我那标示讲，哦，一定零度冻零度的，结果六度吼，啊，它盖袂烧啦，啊，规暝冷无打紧，主要阮迄个房间哦，困十几个，敢那困十五个。啊，过去吼，咱拢算咧困的是较舒稳，咱咧讲拢较细声。我来到遮十几个做伙困哦，咱煞孤输人啦。哦，但我都向感觉，但足差个安尼，尾下醒起来哦，哦，要是被玻璃震动呢，顶个安尼咕咕叫安尼，那边哪困？我都规暝拢无困啦。拢咧听人困，啊！我就想着讲，我一个建筑师的朋友吼，因早期吼，二十几年前，我那拢捌办活动去个三林溪遐佚佗对吧？啊，三林溪有个活动中心，我那拢像个困通铺个迄款，一间一间啊。啊，逐年办吼，拢是建界拢在关上大声咧困，啊，关较细声拢醒个，尾后一年，因讲也无安尼啦，规气吼，干的吸规间，恁要擦恁何种去擦，啊，较袂干的吼，另外一间安尼，我，结果吼，迄个干迄间吼，连隔壁都拢有听到啦，干到有够大声，啊，结果十几个咧干吼，到尾也剩两个咧困，冠军的甲亚军的迄两个困的，剩的拢嘛是爬起嚟啊。目睭紧吼，足趣味吼。啊，所以这困吼，啊像我那过坡，虽然我即马家己困一间，但是我那过坡吼来，伫厝内困一个，啊一礼拜我逐礼拜拜五拢来，啊拜五暗直接一定困无好，所以我头拄仔比如你，你讲我咧替我伫后壁咧补眠。好，那么头拄仔。咱毕竟有讲吼，台湾无外省人吼，啊，才拄好我昨拄啊要讲一个啦。咱真侪吼，过去拢讲了惯习惯习，其实拢讲唔对吼。比如讲咧讲外省人，台湾无外省人，啊，咱毕竟有讲，台湾要甲分，干那会当分两种人，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正港的土生土长的，哦，叫做本土台湾人。村呢，拢拢外国人，包括中国、德蒙、流氓来遮，迄拢叫做外国人，因为做中国人。啊，美国人来遮，高科技的吼，一寡咱甲请的来遮做顾问的吼，迄拢嘛外国人吼，啊，伊来遮做记者的吼，外国人来直接派来遮做记者，迄拢外国人吼，啊，是外国派来遮大使馆的官员，迄拢拢外国人吼。所以咱莫甲外省人讲啊足惯势，吼，啊讲咱去食外省面有啊，迄毋是，迄是中国面啦。你若讲因为做外省，啊咱煞变做本省，啊咱若本省煞变中国的一省，我咱变人个，毋是啊，吼。因为中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对台湾朋友抓头抓尾拢无因个名，你还会记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九月七日咧签的时，这两个国家拢无派代表去签，是安怎你个知？1951年签的时，中华民国已经伫三当政1949年就灭亡去啊，希望毛泽东政权甲取代去啊，所以。等于一个人死啊！你讲要去叫来签约，免得签，所以
袂当代表。因为你若要签旧金山和平条，你就是你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吼，才会当去签。我啊，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毛泽东伫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要想，伊1949年10月7日成立，但是伊这个国家无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无参加到对日抗战。对你看在1945年8月15日就结束啊，45年到4年后，1949年10月7日，有无？所以伊人将差不多四年就，好、哦、对日战争已经结束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伫法理上伊无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伊无资格去旧金山签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哦，咱了解了吼、哦，一个死去啊。一个还袂出世，安尼。好，所以莫阁讲外省人，莫阁讲食外省阿面，哈、哦、，OK。因是中国人，哈、哦，好。第二个，咱定讲唔对个，讲专省。哦，你看咱以前电台咧广告卖药也是讲专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咱定听这句，啊，是专省服务站拢有咧甲咱服务。啊，咱自古早吼，这50-60年来拢讲安尼讲来惯势，大家说假说甲当作真诶啊，吼、哦。因为你若讲专省，咱煞变中国诶一省啊，哦，这嘛毋对吼。即、哦、块土地是日本天皇诶，吼、哦。啊，所以专省毋对，要安怎改？有人知无？哦，讲台湾你知，有诶人会讲全国。那讲全国，我那唔对，嗯呐，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哈、哦，台湾只是大日本国其中的一个土地地区，哈、哦，所以会当讲台湾，也是全台湾，哈、哦。好，过来，咱拢讲大陆管制管制，哈、哦，好，你那，甲你的外国朋友，哈、哦，譬如美国朋友，你来讲，啊、我后礼拜。要来大陆佚佗一礼拜，啊！你这外国朋友就，头壳就真绕咧。嘿，啊！你到底是要对佚佗？因为全世界有6个大陆，一个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澳洲大陆、欧洲大陆，佮有一个亚洲大陆，这6个。啊！你到底要去对一个？伫因外国人的逻辑是安尼想。对不对？所以咱袂使讲大陆，爱讲啥？其实无中国大陆这个物件，啊，讲，系啦，爱讲安尼啦，讲中国就对啊啦。吼，足清楚的，我后礼拜要来中国佚佗一礼拜，安尼足清楚的。吼，无一个。正式的英文内底无一个中国大陆这个名，吼、哦，好，过来，所以咱以后爱改，吼、哦。你若要中国佚佗，你就去中国佚佗，唔好讲大陆，大家了外国人会用药的，吼、哦。来，省道嘛唔对，省道唔对，要哪改？正确的答案啥？有人知无？哎，省道唔对。州，你若日本时代，若有这条路来讲，州道，因为台湾分哦5个州，哦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哈、哦。但时阵日本唔是安尼讲，你若想台清有够含万，台清管咱台湾212道，212道，伊无在了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阮屏东，你看。有含万有笨手，真的在混啊！因个官员来遮都是在混。台清来管台湾是屯垦区吼，台北一撮，啊，可能新竹遮一撮，台中一撮，互相无啥物隔离啦。伊做个路拢像迄牛车路细条啊，尔拄着像迄个大安溪，还是落水溪，
你就无材料过啊，武器就拢断线，就无法度通过啊。啊，所以迄阵的时个各地方的语音的腔调足明显的，包括像我平埔族、马卡道族，我的腔调，像讲一般咱咱的台湾的腔调拢差不多统一啦，较早才会分两个。漳州腔甲洛江腔即款吼，漳州甲泉州腔。哦，你看像朋友因咧讲碗的迄大较大，即摆拢讲碗公有无？但是因拢讲碗姜，吼、哦，嘿。啊，你看宜兰因咧讲卤卵，因讲卤卵，食饭讲食饭，食饭配卤卵，吼、哦，迄腔调拢无共。啊，像阮马卡道族咧讲阿姨，那阮迄较我山脚遐较无同化遐无严重啊，不，伊迄口音了个啦，阮咧讲阿姨叫做阿姨，会看尾音，阿姨你要去倒，哦，伊迄音调会动吼，嘿，啊你要去倒打，你要去倒位啦吼，伊就讲你要去倒打，哦，即着阮个马卡道族。闽南语的腔调，哈、哦，迄不一样。迄是因为互相沟通无遐好的时，要沟通吼、哦、不容易，所以各地方呢，讲话腔调足明显的哈、哦。像我马卡道族有一个笑话，发生很大的笑话。稀疏，你结论吼、哦，还有请吹。啊，阮马卡道族有一个团长吼，乐队的团长，啊，着时间到开始爱分吹吼，啊，着讲，啊，咱今仔日要开始吹啊哈，要开始分吹啊吼，啊，讲吹啊，伊发音，伊的腔调就讲，啊，咱即马要开始吹啊哈，开始倒霉了，啊，意思第一句人讲安尼。啊，过来一个松鼠嘛，就发生笑话吼。啊，就有一个司仪吼，马卡道族的司仪，啊，就讲，即马，迄个阿公死啊，啊，即马上大迄个阿伯吼，大伯，就爱起来拜，讲，啊，我大个大声拜啊，系拜，伊讲拜啊。住在台生拜啊！第二个刷落去拜啊！第三继续拜啊！那拜了了去啊！哦，安尼，哦，迄就腔调，迄就好。啊，所以，迄当时无台生无开这条省道，是日本政府吼，1895年来开10年的时间。卡卡这条为家人开到屏东，啊！但是迄阵拄啊西里大桥无像即卖咧开较大条，迄阵开便桥吼，啊！大桥啊咧做桥墩吼，迄西罗大桥桥墩啊咧做，所以这条开通，咱拢甲称呼做呐，日本人甲称呼啥物名？纵贯线，纵贯南北。纵贯线好无？所以乌道咧佚佗，那佚佗了有够大尾的，拢讲我佚佗纵贯线，就是南北二路我讲话，人兄弟会听。我佚佗纵贯线，吼、哦，纵贯线，啊嘛叫做台一线，正式名就是台一线，吼、哦，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这个道路叫做台一线，吼、哦、，OK。那么，我迄阵读小学敢若二年吼，阮车对面有一个，伊要在迄个日本进口奥多麦，啊伊，咱母也就看伊咧加水，哦，啊你在加水就会走，伊甲我讲嘿，对，我以为你有骗，因为伊个奥多麦叫做气，水冷式，水冷式吼。伊个原因爱经过水来散热，
我迄阵囡仔唔知影，到大汉才知影讲叫做水冷式。那么如果你若伫台山电管，你开车加水就会走，安尼你若讲省道，我就无会讲。啊，如果你往那加汽油，靠我都开车开走的吼，你都唔好讲省道吼，你来讲台一线，安在啦吼。好来，偷渡客唔对，要变哪改？正确答案是啥？有人知无？哦，咱拢讲偷渡客讲哪？迄阵二十几年前，台湾前阴卡北中国人拢查甫查某偷渡为平潭岛，坐渔船啊来。新竹南寮渔港遐登陆啦，也是去屏东东港那边枋寮遐登陆偷渡起来。然后警察抓到，报抓到报讲，哦，又抓到几位大陆偷渡客，对不？啊，咱拢关系。偷渡是一个啥物款的行为？违法的行为啊！你若正式，你要入来人个要去人个国家，是毋爱先？伫你的本土遐申请迄个国家的签证，像讲咱若要去美国，咱就要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签美国签证，有迄个签证，你才会当摕迄个含护照去到美国海关看，哦，你这有合法的签证，好，会当互你入去。啊，你若无，就是非法偷渡啊，吼，无经过海关就是偷渡啊。所以偷渡一个犯罪行为，你也着爱甲叫做。偷渡犯，对吧？就是偷渡犯。如果偷渡客这个那讲会通，安尼那连讲咱等于咱到时，啊门拍开哇，内底一个贼头啊卖物走，啊恁就爱甲讲小偷客你好。冰箱有凉的，你有摕起来食无？因为个既然是人客，你都要个招待呢，吼，对不？好，所以啊，现在迄阵会用作偷渡客，就是迄呢，这个警政单位哈，情治系统，所有的主管拢中国人去做，啊，咱台湾人拢永远拢在做副的，啊，即摆抓到，送来检察局。啊，局里拢嘛中国人，啊，这是我们家乡来的嘛，这是我们家乡的客人呐、啊，好、哦，因家己因港国的啊，我们故乡来的客人来台湾找我们啊，所以这是虽然没有经过合法是偷渡来的，但是他是偷渡客，安尼，安在啦吼，过来，啊，今年民国几年，啊你。民国几年生？咱是毋是定安尼讲？啊，咱这个民国伫三十九年就死呀，吼、哦！1949年，民国38年伊就灭亡去啊。啊，今咱还搁咧用民国，全世界联合国甲要200个国家，差不多180个无承认。剩超20个国家，小国家是中华民国用钱去干呐买外交，有咧承认中华民国呢？剩咧拢无，吼、哦。所以这个唔得爱改啥？嘿，爱用西元啦，西元啦，就即马啊，2000即马都2015年嘛。啊，你若讲你民国50年出生，你要甲改做？西元真简单，你甲加水。你若50年，民国50年出生，就是西元1961年生，你甲加水就对啊，吼、哦。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这句唔对，要哪改？中华民国总统，丢一半啦，吼、哦。还佫后壁还佫加两字，流亡啊。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陈水扁啊，因为这个国家已经灭亡去啊，好、哦，流亡就是离开他的国家，跑到别人的国家的领土上面，叫做流亡。哦，像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法国希特勒规个占领，
法国有一个将军叫做戴高乐将军，率领一部分的军公教人员走去流亡去伦敦，叫做法国流亡在伦敦。好，过来。啊？你说什么？之前就是李登辉也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那马英九现在他也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没错。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讲哲学点？为什么不讲马英九？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第一个真正的由非国民党籍。可是这样形象，这样听起来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马英九那些就没有错了。好，哲学点错了，不是？懂了。对，这个我这个我。OK， 好，这个部分我会加强来解释，就是说，从包括李登辉，或者是虽然李登辉是台湾人，但是他是国民党籍的，所以我会把陈水扁拿出来讲，就是因为他是非国民党籍的台湾人去参选，而且是当选到总统，所以是，你包括蒋中正、蒋介石，他也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好 ，OK，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讲那么细的，我今天可能讲不完哈。好，来，台湾退出联合国，这个不对，按怎改？中国退出联合国，那不对，我直接公答案，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好，所以中华民国没有退出联合国。啊，你看，当我咧讲的，那派康的拢用台湾的名有无？好，我等于讲，因为咱台湾唔是一个国家，所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好，所以嘛无可能为联合国退出。就敢那讲。我潘良华从来唔捌入去这个房间，啊！你讲看到我潘良华为啊行出来、退出来，啊叫哪？看到鬼嘿对嘿，啊你，台湾从来无加入恁阿国，讲个为啊退出来，啊你今仔看到鬼，好，安尼了解了哈。好，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啊，唔对，不要对了，唔对，爱安怎改？1979年，有人知无？其实你会记，那派工拢用台湾，啊，你若甲这个，甲换中华民国就对啊。美国是跟中华民国断交，哦，中美断交有无？但是足侪人拢讲，哦，咱台湾跟美国断交。哦，咱家己人家己安尼讲哦，哦，做做错哦，吼，唔对哈。来，中医唔对，要安怎改？改啥？改大医，吼。华医，这种无标准，好像听起来好像对，但是唔对。上较早拢毋是拢定咧讲要来看汉医吗？你看咱家己个汉医袂记啊？这自汉朝开始就有诶，甚至日本人吼去中国学汉医，甲即卖你去日本嘛，佫要汉医诶诊所吼。啊，是安怎？是蒋介石来台湾了。哦，他把这个汉医改做中医，伊一直要强调伊中华民国这个中，这个中医哈，拢中国化的对吧？要把台湾去除，啊，要把日本的遗迹拢个去除，日本的建筑物啦，拢个拆拆去，哈。伊若讲，那一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伫台湾，啊，就用中医，
啊，万一若临江有一个国家，叫做吼，像较早一个吴王勾践有无？吼，有一个吴国吼。啊，若万一有一个吴国来台湾管台湾，啊，毋着爱改做吴一，啊，拄啊台语讲无一，吼。所以人伫汉朝就一直用汉，即个是中国人来台湾吼，就啥咧乱改乱骗安尼个。雷公拢讲歹人，即句唔对。伫台湾即句，别个我唔知，但伫台湾我知影唔对。啊唔对要哪改？雷公拢讲好人，啊嘛无改对啦，好来。雷公拢讲台湾人，啥物原因？我问你啦，你捌食到中国人来台湾，遐难民布条啊，出产稻米的？下做米予咱食无？你捌食过？你敢无看中国人伫台湾咧做田、咧布稻啊？无嘛？拢嘛咱个时代人，咱台湾人咧布田。阮爸爸妈妈透风落雨，伊爱出去巡田水，对无？透风落雨就是会等雷公，讲个拢讲着台湾个农民嘛。所以雷公拢讲台湾人。啊，落天中国人咧，因遐难民咧创啥？因伫难民营迄个眷村内底咧包水饺咧拍麻将，你他口里讲他讲伊讲会着，安尼知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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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讲，不要把无知当幸福啦。今仔日恁遐上遮课，甲恁恭喜讲，你来遮捌到一挂真相吼。但是伫你还袂来台湾民政府上这课的时候，你一定生活足富快乐的，安那无啥物负担哈。台湾就即马，互中华民国管得安尼，哈好歹都管之管之啊。但是你若知影讲，咱台湾本土台湾，咱本来是一流的日本台湾人，去互三流的中华民国这难民咧来甲管咱这黄民，我想你的心内会起变化，足不乐个，嗯。那咱一流了，三流咧管。今仔譬如讲，咱台湾去互菲律宾人咧来甲咱管，咱绝对足不服的，对不对？咱逐项拢赢菲律宾，是安怎咱会互因管？用中国人来台湾足恶一个，无常识，无知识。啊，看迄水龙头存得着水啊，用来去五金店去买一个水龙头，啊，壁插一个孔就甲倒。开无水，去甲五金店个头家火，讲你卖我个价，存个无水，伊毋知影讲迄水道水是后壁爱有水管牵位水冲下来，因毋知影。啊，因中国人来，咱早期台湾会使夜不闭户，脚踏车下伫外口，人袂偷工。啊，因中国人讲，好即物件，各种拢无人咧徛呢，几下间无人徛，啊，即无人个。家己袂晓徛哦，空明车吼，伊袂晓徛，伊要偷砍，滚规个夹脚踏车夹伫车顶，要落肩胛头顶个。这个画面有人翕出来吼，较早的美国、外国记者翕，啊，咱台湾人看到，迄阵咱算日本台湾人嘛吼，我那安尼，脚踏车是人。伫电管咧徛，啊！他即马倒变，他车是车咧徛人，他讲你哦倒变，迄台湾人看无呢？那安尼，中国人来变安尼，咱咧空明车，咱是家己坐伫电管咧徛，啊！那倒变是车徛伫人电管，所以伫你拢阿袂台湾的真相的是恁足幸福的。但是真可惜，迄叫做无知的幸福。好，真侪人拢讲啊，我无要参加政党，我是无党无派，安尼较清高，迄种假，叫做啥？不负责任。有个人不爱去投票，啊，迄投票投票无路用啊。你的权利你拢无去实行，吼、哦。迄嘛，讲你为了子孙的将来，你要做好的选择啊。是安怎？马英九遮两公，台北市长
迄阵咧选卡阿扁，咧选阿扁要选连任，伊个满意度甲要八成，吼，先来选出马英九。迄阵咱台湾人他个无清楚，吼，而且马英九做八年台北市长，有捞啥物好个政绩落来无？我跟他较知影讲有一个猫男，我哎呀猫男佫做个会起会倒去，吼，啊所以。八年的，马英九做八年的台北市长，才两公，竟然选两千，空八年的总统的时，也有选到，佮个别当选赢社长赢赢要两百万票，就是咱台湾人无觉醒，啊也不负责任，啥咧乱选，啊讲到马英九，做个 long stay 哈，后一届伊去一个养猪户。诶，农场去 long stay， 啊，养猪都饲猪有饲狗啊，饲鸡啊，饲鸭。那么困天光吼，慢叫请个阿都，哦，要求讲农场主人啊，你主人你行头前吼，引带阮参观你个农场。哎，主人哦，平时赶猪、赶鸡啊、赶鸭、赶鸡啊，伊准甲慢叫引一句。总统啊，我较关心今日精神后壁啦，伊拢管遐精神吼。啊，拄啊，你啊想骂赢赢啊狗，这种动物啊，伊个讲我较关心今日精神后壁，那总统你行头前，安尼。啊，即马实际参观了，即马讲中道吼。啊，主人啊，办一道做切草，啊，有迄家己饲迄个土鸡啊吼，放山鸡吼，迄拢无煮抗生素的吼，有机的对。啊，即嘛控一只鸡啊，控到烂啦，好，啊，慢叫去硬着鸡卡，我中国人做个美化文字，鸡卡就鸡卡，咱倒拢讲迄鸡卡，伊就讲哦，这个凤爪好，啊，就硬一个底皮啦。啊，佫硬一支，就好意，就讲硬一支鸡脚背哦，主人只，啊，主人，我这个凤爪好，你也吃一只，主人，啊，包括马总统，阮无咧食鸡脚，阮拢老狗食。呵，安怎样吼？啊，所以下昼那中昼顿老鸡脚，你啊，咱原来饲狗啊，咧老狗食。好，来。啊，讲拢无要插政治啦，伫计较上吼。啊，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嘛。啊，中国上希望你拢插，拢互因中国来人来插，拢互因中国人来做高官来管咱台湾人。吼、哦，啊，是尾啊，这个党外人士才尾啊成立民进党，吼、哦，开始有台湾意识，开始讲嘛爱来甲伊拼做官员吼。哦啊，拄啊阿扁啊，伊变了两千年的总统。哦，迄阵较台湾人，我那开始，我就认为两千年到两千零八年阿扁啊做总统迄阵，台湾人的这个民主素养也有提升，啊，这个言论的自由度。哦，一旦乱骂总统，甲总统拿来做开玩笑，哈、哦，为因阿扁迄阵开始哈、哦。那么，我来讲一个两个兄弟的故事哈。哦啊，古早有两个兄弟啊，拢咧抬猪啊。啊，因两个迄阵无闹钟，所以两个兄弟啊约束讲，若先醒起床的人，就爱叫另外迄、那个。吼、哦，啊什么？少年两个抬到差不多五十岁迄阵吼，迄、那个哥哥有觉醒讲，伊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念经拜佛，食菜。哦，无要阁杀精，啊，完了，啊，迄个弟弟完了，继续阁咧抬猪，啊，所以哥哥若请假，啊，就叫弟弟起来哦，去抬猪哦，啊，若弟弟请假，就叫哥哥起来，来起来念经哦，安尼，结果这两个百岁年老死了吼，哥哥念经拜佛这个，食菜这个吼，煞下地狱，一路到地狱啊。去搞严肃抗议，啊！我拢
食材念经拜佛，我哪会落来地狱？念老公，啊，但是你吼，你拢怀着好心做坏事啊！你讲啥？讲你是不是拢透早起床，你就叫恁弟弟去抬地？所以你爱下地狱，啊，弟弟怀着好心做好事，弟弟上天堂，安尼。伊讲叫哥哥起来哦，起来食菜念经拜佛咯，哦安尼。所以你莫做怀着好心做坏事的代，好、哦。所以你今仔有法度来遮上课，你爱感谢，甲你介绍你来的这些朋友，啊是亲戚，伊是怀着好心做坏好事，但是嘛有边仔的朋友，亲戚甲你懂，哦莫莫莫人你莫去到民政府迄诈骗集团。甲你懂，一定有安尼。啊你，你甲对方讲，请问啊，你捌去台湾民政府上过课无？你捌去有骗啥物物件去？阮自我自第一届来遮上课，甲即嘛，我真自豪甲讲，无骗恁骗咱的学员的钱。因为你来遮，我这江苏费用，这拢农场提供的，咱只是。台湾民政府甲借这个农场，那么这所有的是农场的主人退去呢？咱无呢，嘛无甲咱无款讲啊！你爱提钱来关我民政府无？吼、哦，过去阮要告美国要创啥，拢阮自掏腰包。阮家己一挂核心干部咧讲啊，啊要告美国爱开钱，啊要叫一个人叫咱秘书长开，伊嘛无遐侪钱啊。哦、所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安尼，吼、哦，安尼硬坚开。迄、哦，咱台湾民政府真正是从零到现在这个规模，足配合咱秘书长。吼、哦，秘书长为着要以这个台湾这个法理论述，讲予咱台湾人了解，伊这十几年吼、哦，真正伊全年无休啦，拢无休困。所以你要感谢介绍你来，吼，怀着好心做好事这个人，吼，好，好。过来，咱来讲，为中国来的拢唔是啥物好东西。东西，你听这句就是讲唔是好，因为要骂人就是用东西，你算什么东西，有无？无人咧骂讲你算什么南北，无人咧安尼讲，那么讲你算什么东西，就表示这个不是好东西。台湾。出产两个物件，哦，日本人做爱食金蕉、甲山啊，哦，香个甜，吼、哦。你若甲金蕉、山啊，甲卖去兑换，吼、哦，中国的这个厦门，你卖不到好价钱，安那？厦门遐嘛有金蕉、山啊，而且伊土地俗、人工俗，所以生产出来，伊若一斤卖五块有赚钱，啊，咱外销到遐，你卖五块绝对了钱。咱那个运费，吼、哦，一定比有三倍以上的价值较有钱赚。我头头讲的是五块是迄个操作哈、哦，奇怪，就第一个我听了人民币的，拢听咱台湾人讲操作，不然伊个抓足粗的，吼、哦，看咱咧烧金迄抓介工，啊是迄变，嘿，变数。哎，对对对，啊，都我第一届去中国，就是因那个变数的纸吼，就是像咱的那烧金纸，迄一足同款的，迄撸了拢会破皮的，哦。啊，而且迄阵哦，因那去变数拢无忙哦，我袂习惯的，放拢袂出来，嗯。啊，本来有迄查某会去的吼。啊！看了迄无门锁，安那唔敢放啊！尾啊吼，尾啊阵拿雨伞挡着门安尼，哦，一个拿雨伞入面吼，因在迄个中国人佫愈稀奇啊！上厕所爱拿雨伞，发生甚物代志？大家围咧看，愈放袂出来，笑死啊！好，啊，所以咱若金蕉甲山个。往北上，未去东京，日本东京，绝对算袂介绍。好、
迄都有钱赚，因为遐寒冷无法度出产怎样个少，伫热带作物哈。啊，同款，那日本迄边个来啊，苹果，我早期雷山吼，还袂有种苹果时，还袂开发种苹果，台湾个苹果来啊，拢日本进口啊，哦，迄足大粒，红红，足芳。因遐来啊，甲苹果来台湾嘛是卖三倍价钱。所以，你若要做生意，一定爱卖合作南北货，对吧？比我这咧卖合作南北货，高雄的三丰中街咧卖迄叫做南北货，就无人咧卖东西货啦，吼。所以东西货就是卖袂趁钱的，叫做东西啊，吼。好，啊是啥物卖物韩流，哦，中国遐来。我住屏东，哦，阮咧日头特别大粒，哦，像昨我要去。高铁站、左营站的是沿路，我拢爱放冷气，足烧热的。啊，我对这个冷空气足敏感的吼，刚来就咱才接触冷的，啊，我就然后就不舒服啊，就会烧吼。好，过来沙尘暴，这沙尘暴较早嘛无呢，是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吼，这拢为中国才飘来。啊，这产生沙尘暴的原因就是。毛泽东迄阵为了要超英赶美，哦，人民公社开始咧用，讲要用土法大炼钢，有无？土法炼钢，伫人民公社哦，砖头边啊拢起土炉啊，啊，就近的树啊出来行，一挂树啊出了了，你知影树啊会当涵养水分，吼、哦，落大雨的时，大乔木第一个冻迄个大水滴。另外，佫有中乔木、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安尼一扎一扎生，会当甲这个水吸开，涵养水分。结果，伊甲一挂大樟树啊，拢甲切掉了，尾啊，遐个树头烂，遐个根无多，水土保持开始沙漠化。啊，东北季风哪里盖时，迄灰尘都要飞开。哦，啊，较油的飞来到咱台湾啦，吼、哦，所以连咱台湾嘛有沙尘暴，吼、哦。啊，最近这三四年开始加这个雾霾，啊，这就是啥物原因？就是中国为着要拼经济，人国外高污染、高耗能，人不爱生产的，拢就定在授权给中国去做，所以中国即马变做世界工厂，吼、哦。啊！伊逐项拢收，啊！结果因家己对环保的这个防范的能力无，那准有防有迄个能力，伊嘛不爱开遐侪钱，伊拢中国人拢干那要降低成本，嗯，世界订单，所以造成足侪化学的这个毒气的污染吼，无回收，无甲回收起来，啊！一挂炼钢厂有无？啊！因的迄个电厂。即嘛要设工厂，一定爱用电，所以伊就一直开发煤炭来烧煤炭，即个造成中国的这个空气污染。即嘛若到寒天东北季风吹，哇，就吹到咱台湾来啊，啊，咱就受害啊。吼，昨我就高铁开始坐啊，坐来看外口，差不多500公里就拢雾沙沙，一直来到桃园拢安尼，我就知影烦恼惨啊，我今仔来一定闹，一定烧的，吼。所以，脑安尼足不舒服，啊，即马来较习惯啦吼。所以雾霾就是各种工业污染、化学污染起来遐个环境荷尔蒙的物件。中国因家己一个记者拍一个迄个穹顶之下这个影片吼，造成真大的轰动哈。那么咱台湾早期嘛是安尼，早期咱嘛是中国。政府来台湾，蒋介石因来，就叫咱台湾人爱拼经济，拼经济，一直设工业区、设加工区，外国人无爱做的，污染的，拢咱台湾工捡来做。吼、哦，早期即卖中国都像咱早期的台湾同款。吼、哦，那么其实环保台湾若卖许中国人来吼，那、哦、日本时代继续日本人继续管咱管到即卖，咱台湾真正是即卖瑞士。食水，因呐，咱都免做工厂，免吼。咱这佛摩萨，这真正美丽之岛，
咱呐，好日本管，咱拢欧洲式的建筑物，啊，空气好，啊，咱规个沿海拢会当做海上活动，吼、哦，全台湾、全世界无像台湾遮好个。你差不多半点钟来，你可以上山去下海。哦，尤其高雄机，我感觉足好个。高雄机有河，有茶山这个自然公园，迄是差不多10分钟来，你可以上山下海。哦，伫高雄机是安尼。哦，啊，真个台湾够水个。哦，你来看迄个齐柏林空拍台湾迄个影片，你感觉台湾真个够水哈。但真可惜，中国人来了，伊就叫咱拼经济，拼经济，把规个台湾的土地拢，迄个破坏了，哈，环境拢破坏，包括山顶，人日本人，当然有找一挂这个高山的迄个好的树啊，这块木，但是日本人有找有种，伊，迄个树林哈，都遮作物的，我找一张大樟树啊了，伊伫这张大樟树啊找掉了，迄个头无乌掉，伊个会剥二代目，吼、哦！啊，而且伊伫厝条即丛个边啊，西边个种西丛栽下落。所以日本人来台湾50栋，差不多厝8万立方米，吼、哦！诶，这个木材处理无唔对，但是中国人来，即60、70年厝偌济处理？测差不多日本的到11倍，比他测88万立方米出嚟。但是即马伫个林务博物馆一下安怎啊？日本时期台湾的块木被日本砍伐殆尽，嘿，测10分之1的人，向迄个破测伊十一倍的人咧骂讲，伊刚测了了，啊，真正中国人哦足敢讲白贼的。自擦，搁画两擦的哈，继、哦、续，过来讲哦，讲的就是郑成功，他成功，我们就失败了。什么原因来？1624年，荷兰人来安平，哦，来占领的安平。荷兰人引进足多好的物件，吼，比如我昨讲遐作物有无？荷兰人嘛引进甘蔗，哦，来台南遐种，因为迄阵甘蔗迄种。去连做乌糖，迄阵无白糖，我看到那做到乌糖，乌糖足香哦，所以迄阵的糖是叫做高奢侈品，所以因荷兰人拢咧做生意要趁钱，所以来台湾就去教咱台湾人种甘蔗，然后刚迄一年1624年，荷兰人嘛去占领纽约的曼哈顿，伫曼哈顿开一个港口，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港。你也想，荷兰人伫台湾引进遮好物件，包括迄、那个，咱咧讲水泥哈、水泥、阿蒙头，把那荷兰人引入来，也叫做阿蒙头，就是荷兰人头毛红红，红毛番所咧用的土，叫做阿蒙头，安在无？介侪人唔知影讲叫做阿蒙头，我以前嘛唔知，干那听讲阿蒙头，阿蒙头。就是水泥啊，但是现在还叫做阿摩陀，我叫是迄是外来语，叫唔是，就是咱台湾人用闽南语咧讲，爱阿摩番咧用的土。啊，以前荷兰人嘛是用叫做番嘛，阿摩番，啊，咱嘛用叫做番，平地番，啊，加者咱平地平埔族认为说，哦，安尼咱是兄弟哦，你也番我嘛番，啊，只是你阿摩我阿摩安尼。迄拢误会啦吼，所以你也想，咱台湾较早一户台南户一户利落3万家，地先讲，搞荷兰人赶走了，即卖台南变成啊，连台湾6都会煞排，连第一名排袂着，第一都台北都，第二高雄都，第三台中都，台南都排到第四。伊伫台湾都拼第一名拼无，即卖纽约呢，已经变做世界上大、上繁华、上高科技的都市吼、哦。
所以迄阵拿荷兰人卖药，典型讲赶走，咱较紧吼，咱跟荷兰一点混血。你知影荷兰人官大，啊混血查甫的缘投，查甫的水。所以呢，安尼三百几年后，台湾人拢讲荷兰，无咧讲北京语，也无咧讲闽南语。即马呐，开放中国人来台湾佚佗，哦，大家拢头壳拢会个安尼看，遐拢遐大张，目睭阁落落，头毛红红，啊，讲话拢堪听拢无，拢讲荷兰语，啊，伊就袂阁讲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啊，就袂啊，那。无共品种、人种无共，话语袂通，伊无可能讲这咱共国个。啊，真咱拢啊讲北京语，迄嘛中国来，讲闽南语，啊福建闽南遐来语言，啊拢因遐来，所以因个主人来遮佚佗，会感觉拢讲话拢会通啊，面部拢啥物共款共款，所以伊会认为讲啊台湾较早因个无毋对安尼。所以哦，伊来台湾，先讲伊先讲咱失败。大军自台，他都讲两百十二单无在条开一条纵贯线，吼、哦，真正有两公，吼、哦。咱若大概若看那边有接洽，后又灌掉拢衰，一流拢变三流的，吼、哦。像蒋介石来，咱本来一流的煞变嘛变三流的，好、哦。那么日本时代，咱迄阵。你若看以前日本时代相片，迄幼稚园的也好啦吼，迄阵日本时代就幼稚园啦吼，幼稚园即句我都常听着啊吼，就表示人早期日本就足注重教育，日本人咧管台湾医生，改善台湾的卫生，啊个饮水，所以有做这个水道吼，有自来水厂，即种日本人真正甲因日本的精英拢派来伫台湾。日本迄阵明治维新派足侪少年的去国外留学，去欧美留学，学堂的新的技术。啊，因为日本原来迄阵了真官僚，老的拢官位拢占掉，所以日本首相阵甲遮个少年呢派来台湾，甲台湾当作一个要做模范的所在，互遮少年去发挥。哦，所以真侪少年来台湾，替咱台湾人拍足好的基础哈。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我是较用即句啦。中华民国海台湾，中华民国若卖来台湾，咱即摆吼，咱早着回归日本啊，像琉球安尼回归日本啊，吼。啊，咱早着跟日本的这个水准同款啊。你看咱讲这个高铁，咱已经办日本办咧差不多35年，日本还有40年前，咱有人伊就新干线啊。而且这个新干线，佮几啊十年拢零事故，我敢若十几年前捌发生一届哦头条新闻，新干线发生事故，就是迄、那个伊迄个新干线的围篱吼，毋知哪叫头就崩去啊，跌一种起去，啊一只牛啊煞走去伫个铁轨顶边，伊有新干线的火车甲弄的。安尼讲好做，变头条新闻。迄表示讲，因本来拢临时故，啊，拄啊迄个发生事故，所以伊弄了一只牛安尼，报甲做外篇。啊，所以另外咱干呐，高咱两万人，吼、哦，差不多35栋。啊，包括地下铁吼，迄、哦那个捷运啊，日本时代人早日本时代就有啊，吼、哦，结果咱台湾一直到阿扁啊。起来做台北市长，较开通迄个木栅线，哦，你会去黄大洲做市长，木栅线安尼做甲密密麻麻，做甲法国的迄个马特拉公司袂高兴做，甘愿违约撤资撤退。阿扁也起来做台北市长，讲马特拉不拉，我们自己拉，佮一年一条安尼一直开，有无？哈、哦。所以中华民国来台湾，真正害到咱台湾人。蒋介石啊，这粒臭石头啊！吼，我早着，我少年我也听着老一辈咧讲，哦，台湾甘愿新着两粒原子弹吼，广岛、长崎迄两粒拿来，甘愿来新迄两粒，嘛袂瘾新着这粒臭石头啊！
因为广岛长期迄落来爆发了吼，二三十年后因重建的拢完成的恢复，吼、哦，结果咱台湾较近，这个阴魂不散，较近啊做伫东乡伫，还佫伫建国中学呢，咱台湾呢中学上好的第一学府吼，内、哦、底还有呢，吼、哦，啊，人迄丘吉尔吼。丘吉尔一阵第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英国，哦、对抗德意志、哦啊、所以见到大家拢个尊称讲，伊是足大个功劳，要甲做当相，伊死都不爱，都袂使你袂使甲做当相，因为我袂见我个当相吼，菜地啊一身乌糟糟啊，拢鸟仔大电源甲我放屎，人伊较巧伊不爱，啊即个较戆。人家做当中做千外桌吼，拢店员拢混交赛，咧造神，迄个是造神啦吼。好，啊，咱来分听讲，像那美国前个国务卿鲍威尔，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这个鲍威尔就是1990年迄阵波湾第一次战争吼，伊拉克去攻，甲去占领科威特，啊，美国这个。发动反攻吼，迄阵伊做指挥官，这个尾啊做到美国的国务卿哈，啊，咱来看伊安怎讲，伊伫2004年10月25日去中国北京访问，啊，不，迄个记者咧甲问的是伊回答啊，哈，伊讲台湾啊，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这伊讲的，啊，伊回答记者。啊，咱即马来想讲，实际上也安尼讲，吼、哦，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境外就是讲美国人来台湾嘛，爱摕护照通关啊、哦。那么美国佫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所以佫是敢那美国的国内，吼、哦。那么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无主权哦，敢那有管辖权，但是伊。即马，予台湾伫你当局，咧代理当中，啊，好，那么是毋是国家有认定有四个认定的标准？第一爱有领土，第二爱有人口，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外交官。那有这四个，哦，安尼就是一个准国家，啊，安尼来看，台湾如果台湾那是一个国家，你也有领土，啊，台湾国有领土无？歹势无呢，即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国有人口无？歹势，即马伫台湾店员遮个人拢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毋是你台湾政府，哦，毋是你台湾国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吼、哦。有啦，即马有政府，歹势，即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台湾国的政府。我讲有20个小朋友的国家有外交官，歹势，你甲摕咧。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派伊的外交官去跟人签的，这个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派外交官出去，所以台湾国这四样拢无，所以台湾绝对唔是国家，哈、哦。赶快你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甲套，中华民国无台湾偏远的领土，这嘛是本天皇的，这是人口，这是暂时予你。便宜行事，甚至日本台湾人，和你当作中国人，好、哦。啊，你这个政府是流氓政府，唔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啊。啊，这個、外交官，这你拢用钱去买的，遐小朋友国家拢用钱买的。啊，有迄一个国家叫做图瓦鲁，啊，变啊做台北市长的时，因的总统来访问，因迄个国家人口拄啊万几个，啊变啊完啊。都破格嘞，台湾家邀请伊去，敢那永和有一个秀兰国小，迄秀兰国小，敢那小朋友、小学生都万几个，跟民国家变一个人。本来咱拢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是中国人。这个逻辑哪会通？安尼，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若信释迦牟尼佛的，唔着，原来拢是
印度人，哦，所以这逻辑安尼未通啦哈。啊，那用汉字的中国人安尼，这里像韩国以前嘛拢用汉字，包括因的首都叫做汉城，哈、哦。韩国绝对唔是中国人，包括今麦日本，日本嘛要咧用汉字，所以唔是用汉字的中国人，哈、哦。你来这个逻辑也通，啊，那用英语也拢通英国人，菲律宾用英语啦，菲律宾跟英国人唔是嘛，哈、哦。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言啊，哦，因的陆海空军的司令部也裁撤掉，干那改做指挥部。啊，你想，嗯，啊那安尼无司令，无人咧发号司令，安尼啥物人要发号司令？就是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哈、哦，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下达指令和指挥部来指挥下骹这军人。那么现在二十一万五的兵力会精简到剩下十二万人，啊，将来咱台湾民众接种的是这些人会变作，咱改做他禁卫队哈，自卫队，跟日本的自卫队同款安尼哈。好，那么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员爱搬去金门马祖，哦，金门马祖还阁是因的合法的领土啊。啊，将来嘛有可能就是会走去平潭岛哈，因为怎嘛？这个2011年的11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啊，航程3点钟就到啊。过来你来看，今年10月7日，海峡号平潭到台北港，航线伊这航程可能2点半钟就到。这个。因为家己的这个报纸有咧讲啊，将来为台北港等于中国遐次台的中国人哈，会比台湾较济。啊，这只船海量得载760个这个旅客，240台车，今年的运量18万吨，这是这个联合电子报因家己的所报的哈，讲为台北出的较济呐，台北港。当时中国大撤退时，为基隆港入来的中国难民，拢分散伫台北管区，哈、哦。所以将来为台北港处理的人，会比台中较济。好，那么现在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咱比如你对我嘛有讲了，啊，这就是这个2006年5月，迄阵陈水扁要去访问中南美，啊，迄阵已经阿扁也做第二任，哈、哦。做了2年哈，以前李登辉要去访问中南美，啊，伊个啊，李登辉咧讲这个，做两国论，踩到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就无安排，和李登辉直接入去美国本土去48州其中的领导，甲分配，甲派飞行器互飞夏威夷，我所以伫夏威夷。底下加油。那么迄阵咧 ，AIT 的理事主席有去飞行机顶去甲拜访，啊，媒体拢甲报讲李登辉无欢喜，所以穿困衫困裤出来甲接见。啊，那么李登辉甲你出一本册，伊讲伊是穿便服，唔是穿困衫困裤，吼、哦，有安尼澄清。啊，先啊，就是你讲两国论。踩到美国红线，所以美国就把你糟蹋。那么阿扁第一任要去中南美访问，哦，迄阵拄啊反恐战争有无？9.11事件，小布在做美国总统，阿扁第一任跟美国配合，小布去配合做好。所以阿扁要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候，安排直接会飞去纽约，啊嘛，好阿扁伫饭店外口就会当落车。起来，看外口大桥握手拍招呼，哦，这是足特殊的礼遇哈，过去嘛呢。但是2006年5月，阿扁要去中南美访问，迄个就无同啊。迄阵阿扁啊，要公道，哦，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要变一国，啊，这个台独思想，这个踩到美国红线。
哦，所以伊迄个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美国甲安排讲，啊来你飞去阿拉斯加，调个要甲你查到，互你飞啊，互你赶甲皮皮错，还有着你佫踩到美国红线，哦，所以阿边还起莫一摆，所以伊中南美访问了，要佫转来，美国讲你佫继续飞阿拉斯加，等于交关路等，阿边也着无欢喜。准迄站准碰一工，拢无迄只无人机的消息。媒体拢曝光迄个做迷航之旅有无？你会记？讲碰见啊，变也碰见。伊即时阵甲偷偷去利比亚吼，迄、那个戈达会咧做总统，啊戈达会派因囝出来接阿变啊吼。所以，即、這个前个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伊讲吼。伊伫2006年吼5月13日讲的吼，即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互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甲台独和战争直接紧密挂钩，即过去是毋捌发生过吼。过来，你看嘛，伊讲这是因为互我来甲话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即四大军种出动，这四大军种要创啥？战争啊！即块土地是日本战输我，无钱赔我战争债，暂时抵押伫我的手里。我当然要保护好啊！我要保护好，等日本要摕钱来赎回去啊！就敢若讲，我这个手表啊，我若摕来当店当三个月以来，你这个当店的头家，你来甲我顾好。三个月来，我若有现金，我若摕来要甲你赎回去，你袂使甲我讲无呢？你迄个表啊，迄个阿强啊，抢去安尼，讲袂过。所以美国爱保护台湾，朋友就是这个原因。这地方你占领，你还搞过好。所以1996年，李登辉咧跟彭明敏咧选第一届民选，咱人民会当直接投票哈，唔免透过国民大会的代表去选总统。迄届两国论咧讲到吼，中国也袂爽。伫吉隆港甲吉隆港外海咧试射飞弹，飞弹危机哇！咱免甲美国要求，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赶紧爱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哦，一个是北台湾，一个是南台湾的海域过掉，直接过这两地，莫擦枪走火去阿强啊拍过来，阿强啊嘛惊着哈，咱美国。出动到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因为美国若出动一只出来，代表啥意思？甲你警告，你较差不多哦。若出动两只，就是讲我驾驶船了也要拍来啊，要甲你输赢。所以阿强啊，赶紧拢救卡救手拢救起来。啊，阿强迄阵算嘛，直直讲1996年，我无能力甲你美国相拍，一定输的。因为美国迄阵的科技吼，已经足强的啊，吼，所以。这个阿强啊，迄个食到惊了吼，伊发愤图强，后开始增加军事预算，一年拢十几趴的全国的总预算，来开发武器。所以伊即马，安尼十几年后，伊即马已经算要20年啊吼，伊进步到美国然后开始咧烦恼啊吼。那么像那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就是他，咱会知咱秘书长讲啊，这间厝是有主人的啊，啊，咱只是房客，咱袂使讲咱这房客，大家少少讲啊，咱来公道讲啊，这间厝变咱的，那会使安尼？啊，你个出租日本天皇个放在哪里？哦，而且你若公道。台湾顶管带两种人啊，吼、哦，一个是本土台湾人，一个是外国的中国人啊，要哪讲到就要听上诶。
啊，咱若甲2008年、甲2014年流亡中华民国大选做咧，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啦，哈、哦，诶，这两届咱拢输呢。2008年，谢长廷输200万票咧，小英单出小朱2014年，嘛在2012啦，这拍唔对，2012年。那小英迄个输80万票呢？迄阵无采讲小猪安尼，三只小猪安尼好，热扑扑，按算讲生一只好稳赢，结果无呢，吼、哦。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输呢，咱煞爱听统派的呢。美国就是咧惊这点啊，恁台湾人读个无清楚啊，一半的台湾人跳过做中国人啊，你他选投票他选的啊。所以美国甲咱当讲，咱袂使公道，是安尼。啊，台湾人足受气，嗯。啊，恁毋是号称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啊，恁美国拢咧公道的，恁咧选举是拢会夹一寡民生议题咧公道，怎到咱台湾袂使？恁美国真正就是讲，惊台湾，吼、哦，这个恁若甲这两个当作同路公道，咱输哈。好，过来是安那美国要安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4000名的警员，甲合法41万人的台湾警务署。当时1945年9月7日，奉麦克阿瑟将军1号命令来台湾的这些单余这些人员，差不多1000个来接管。迄阵台湾差不多600万的人口，派1000个来。那么咱即摆已经2300几万，要2400万。只个预备，所以美国甲咱讲，你爱训练4000个来准备接管台湾这个政权。哈，那么爱发41万份的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就是讲你起码有这基础的民意，有这人甘愿来追随恁台湾民政府来做来签身份证，然后做敢那哩是种子教官，出去推广台湾民政府这法理论述。哦，甲台湾人叫我请，就像恁安尼吼，恁拢来遮，甲60、70年伫头壳内底，即国民党个即笨子爱甲清互出去，吼、哦，即毒素爱甲清出去。那么我算较幸运，我都较慢慢读册，所以我中毒较浅，吼、哦，中国毒较浅。直直敢若听到秘书长一场演讲，我就拢规个醒起，吼、哦。啊，有诶做个读册读甲朴素，哦，迄款诶。中国国，嗯，伊拢认为讲，嗯，咱都中国人啊。甚至我足好朋友，我咧甲讲这個法理论述，嗯，奇怪，啊，你读个历史，感觉读个较无同。伊甲迄个中华民国国立殡仪馆所编的这个教科书，甲当作敢那金科玉律安尼吼，足相信的。啊，就是台湾人无逻辑思考能力，因为咱自细汉拢咧当标准答案啊，答案填充题。那四字你袂使写三字，写五字嘛唔对，一定要爱四字。啊，这就是咱伊无爱予咱思考。人美国咧教育是从小朋友各个角度来问老师，老师针对你的问题甲回答，无标准答案。哦，所以因美国人拢做个发问的，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介绍。土地差不多1/3，因人口嘛差不多咱的83差1/3，哈、哦。土地咱的1/3的，啊人口咱的1/3，800万人呢。但是另外，以色列伫全世界刚摕诺贝尔奖，摕1/5的，5块金牌内底有一块许退呢，啊人口占全世界0.3%呢，啊像那因的遐高。就是因咧一大人甲囡仔送去读这时，拢爱要求囡仔你去，你爱问老师问题，你要勇于发问。所以呐，放着爸爸妈妈拢问我：“啊，你今天有没有问老师问题？”因就是有问题爱问，啊有问题爱甲你解决。所以以色列高科技的发明，包括连美国都佩服。美国英特尔啊，咧做迄个电脑迄个 CPU 迄个中央处理器，较早286、386、486奔腾系统，拢伫以色列设计好，较送去美国制作，所以设计是伫以色列设计好的，吼，算落是以色列设计。好，
不然咱看第三个大标题：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有啥物迹象？你讲我拢无看到美军，也无看到制服，因为美国军人拢即马拢改穿便服，因为呐，1979年伊跟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个流亡政府断交，去跟对方的阿强啊建交。这建交公报内底有一个要求，就讲你伫台湾诶美国驻军爱撤离，啊，所以美军顾问团伫迄阵了就开始拢撤退。但是美国要留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重要的雷达站、监听，还佫因伫遐咧操控遐个仪器，只是拢改穿便服。好，咱来看法律的依据，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好，来，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拟定好了，伫1945年8月17日，由迄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迄阵。罗斯福已经过往了，啊，这个副总统先开做总统，伊核准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日本的东京湾密苏里舰咧签这个日本的受降哈的典礼，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美军接受台湾的日本军来投降，甲因缴械，好，甲日本军的武器拢修改。好，那么你也讲，现在用命令蒋介石。因为那当时，这个杜鲁门总统等于是盟军最高统帅。那么麦克阿瑟将军，伊只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那么蒋介石，伊是中国战区的统帅，所以伊要接受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这是为杜鲁门延续下来，命令蒋介石。那么那当时，这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命令北纬38度线以北，北朝鲜就是北韩，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向苏联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啊，你会记头前有一个苏联这个国名，但是这个一方面，和蒋介石头前无挂中华民国，伊跟他讲北纬16度线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跟澎湖向蒋介石元帅来投降，头前无挂中华民国，啥物原因？因为迄阵的中国有几个政府，有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伫延安的毛泽东政府，有伫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有伫满洲国的汪精卫，啊，要啥物人代表？所以只有蒋介石这个，啊，但是顶完无挂中国这个名，好、哦，好，这是因为日本是台湾，不，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啦，哈、哦，所以美国靠权力来分配什么人，哦，去占什么所在，哦，这都拢美国咧安排这个一般命令，哈、哦，好，过来，旧金山和平条。1951年9月7日签，一直到过年啊，半年外后9月2日被生效。第二条，美国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啥管辖自治权呢？啊，咱都会在必须用。但是第23条，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当然，这个包括日属台湾，迄阵咱台湾是属日本的哈。哦，这是真重要的这个法律文件哈，国际条约文件，过来对日本的和平条约的拟定，啊，就要跟51个同盟国在协商，这拢是杜勒斯在主导。这个杜勒斯尾啊做到美国的国务卿，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协商大使。啊，你看这工程偌多，爱跟其他51个国家在协商，啊，拢美国在主导，拢杜勒斯在起草。所以，这代表美国是唯一单独去打日本的，哈。好，过来就是台湾关系法。美国这个台湾关系法在1979年4月7日订立，但是追溯到1979年1月1日生效，真的，因为1月1日那天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啊，伊爱赶紧定一个台湾关系法，继续来保护台湾。啊，这是美国人的参众议院，因家己伫美国的参众议院家己咧定，无叫咱台湾人去参与定台湾关系法。而且伊定好了，佮甲你进行发布，进行在台湾实施，嘛免恁台湾人允准，就甲你实施啊。啊，这就是占领军有最高的权力，或者高权会当实施哈。这刚刚等于是一个命令，恁台湾人拢爱依照哈。啊，这美国是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这个权力，靠这个义务来定义。咱唔捌听过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对吧？唔捌。过来，1982年，雷根总统有对台六项保证，啊，这就是阵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巴黎气公报》进程。迄阵台湾风风雨，蒋经国往那足惊吓，讲这有可能压垮中华民国最后一根稻草。这拄啊，造成1949年国共内战迄阵，美国有发表一个对华白皮书哈。压垮中华民国的国军的士气，迄阵真兵败如山倒，吼，都我军转至转进一日千里，哦，共军追赶不及，就是因为安尼。啊，你阿想，迄阵台湾风雨，有钱人拢咧卖土地卖厝，拢要移民，要逃离台湾，因为惊讲阿强要拍过来，美国要放弃台湾啊。所以蒋经国透过伊的外交系统去向雷根总统拜托，讲无你嘛发布一个。对台保证吼，来声明啊，雷根了解这情形，所以伊阵发布六项保证来安搭台湾人的心啊。啊，咱来看讲伊讲啥物物件？伊讲美国无意思对台湾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如果看这有对台，对台，这个台是。头拄仔咧讲个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个台湾治理当局，吼，台湾治理当局其实背后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哈，因为伊那个咧代表美国替美国咧管台湾的对个哈。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阿瑞吉亚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这个台唔是拢台讲台湾人，只咧讲台湾治理当局，哈，伊卖武器是卖予。台湾地理当局不是袂好台湾人吼，但是真可笑是，这税金拢是这钱拢是咱纳税金去付的吼。美国袂修改台湾关系法，因为真侪人拢认为讲，台湾关系法就是足强拢咧保护台湾，无唔对。但是咱袂使用台湾关系法，咱比如你讲，咱来回归历史原点，哎，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保护是本土台湾人。The people of Taiwan， 啊，而且台湾关系要讲的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只要你住在台湾澎湖上面的人，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本土台湾人，都受到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保护啊。好，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有影？自头到尾，美国从来唔捌承认讲中国人对台湾有主权，哈、哦。甲阵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美国拢无承认，哈、哦。好，啊，这发布落，哦，有影？台湾就开始平静安定落来。啊，这个，好，我们来翕下吼。反正你若有随身碟啦吼，会当甲咱电脑组套我这个简报系统吼，会当甲套哈，安尼就内底拢有，你免入哈，诶，免遐辛苦嘿。好，好，咱毋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甲承诺，对无？英国、法国、苏联敢有对台湾有啥物保证甲承诺？这代表讲，咱绝对跟美国有真亲密。法律上的关系慢掉、扭掉了，好、哦，这就跟他讲，一个女孩子，你若要甲求婚，你爱甲保证，哇，你若嫁我吼，一定过着生活哦，快乐富裕的生活哦，我每个月
我保证给你5万块，你买衫裤；5万块，你买化妆品。安尼给你保证，咱唔爱要给你。一定是恁跟公家论资婚嫁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啊！吼，唔该要给你保证，啊，无你，你敢会当去路边村啊？有一个小姐讲，我给你保证，我逐个月拢5万块哩。我讲笑的，吼。好，过来，美国核电的意义，哦。你若选到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拢爱当美国的核电，吼、哦，安尼来看。这是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吼、哦，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赶快，蒋介石一脉相承的，哦，过去拢靠这个一般命令一号，哈、哦，但是断交了，就用这个台湾关系法，哈、哦，啊，但是你若选到流亡中华民国总统，拢爱当核电。啊，咱来看2004年第二次阿扁啊连任，发生319枪击案。迄当时阿扁啊腹肚着枪，阿扁啊敲电话互连爽讲，啊发生遮重大事件，咱马仔是毋是停止选举？啊连爽就讲，我民调赢遐济，啊着枪俩，无要紧啦，阮稳赢啊吼，马仔继续选，无要紧，阮马仔着要做总统啊，我隔工开落。煞输2万几票，他说：“昨我讲的输0.228，吼、哦。所以迄阵哪样做唔完的，去霸占凯道有无？去霸占中选会，所以贺电拢一直无来。迄阵咱另外咧等美国的白宫贺电，迄、那个规个心拢揪伫啊，吼、哦。加上我迄、那个心情，我要自由心。结果迄阵阿扁啊等一礼拜等无，准靠迄、那个。”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夏新哈，要求讲无你替我问看到底怎么情形，所以夏新问的结果，白宫甲回答讲，贺电准备好啊，伫总统的桌仔顶，咧等中华民国的中选会，甲这个当选公告打伫公告栏。啊，这个哪样伊嘛知影这个，伊嘛透过外交系统知影这个情形，所以哪样？甲热烈个，拢去顾伫中选会，一边顾不要打，一边为要黄石成主任委去打，所以伫遐 QQ 啦啦甲玻璃拢真紧破，所以迄个当前总是最大个，需要拿来拆掉，但是连拍相机用摄着打起来，所以甲传真传入美国半点钟来贺电就到，即、這个贺电一个到，哪样知影讲？正港的头家已经准，即马即个伫台湾即个新的总统叫做陈水扁啊。这定义就较早，吼、哦。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迄阵是用牌，美国啊不用一间足大间的即个素食店，伊讲美国的当时的收款，吼、哦，无经过选举，因直接命令讲，哦，你啥物人起来做台湾即间？素食店的总，迄、那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哦，较早授权哦，蒋介石授权哦，蒋经国，啊，尾啊开放选举，互恁台湾人选，要管恁台湾的这个素食店的总经理，啊，选到李登辉，过来选到陈水扁，即马选的这个总经理叫做马英九，啊，这选到总公司要有一个派令出来，就是这个贺电哈，甲、哦、你承认，而、哦、你会当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哦，安尼。但你若做不好，美国随时会当给换掉呢。你看菲律宾当时就是安尼，菲律宾的马可是伊连任的时做票贪污，所以菲律宾人起来抗暴，把迄个菲律宾的总统府马卡南讲给包围起来。美国出兵讲来，马可是你即摆要听我的，你若阁留在菲律宾，你一定好在叛军给你杀死。你叫我的意思，来，我用飞行机给你，哦，再去夏威夷。啊，马可是阿公看大势已去，所以听美国的，阮飞行机坐，去秘伫个夏威夷，十几年后破灭死哈。赶快卖就做不好，五分钟直升机呐，美国派直升机来，咱个再去准定啊，再去迄个关岛，啊，他转飞行机转出去，啊，就再去迄、那个。琉球，哈、哦，加索那空军基地。好，过来，咱来看，
军事基地对比哈。菲律宾有美国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有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再来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有普天间基地，然后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那么咱台湾有一个青山关港这个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拢总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无你美国那歹去北韩设基地，美国你那无伫这个泰国设基地，因为迄毋是伊军事占领的所在，哈。所以这拢过去，菲律宾甲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哈、所占领的军这个所在哈。过来，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咱来遮上个上重要的两个爱知影的。好、哦，咱从开幕式进前，咱的班长有讲哈、来遮要学的，第一，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第二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哈、哦，咱来看伊拉克来做例啦哈、伊拉克。第二次波湾战争，哈，英美联军伫2003年三月十九开始攻击伊拉克，迄阵前两天，小布希就发出最后通告，叫海山你爱离开伊拉克去流亡，啊，若无24点钟后，我就要发动战争，所以伊拍伊拉克拍无三个月，哈。第五个七十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进入善意占领区啊。迄、那个中间，美国就伫伊拉克内底往后设这个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就是美国军政府的意思哈。伊、设这个联合国有甲承认哈，伊、伫伊拉克有这个临时管理当局这个权利哈、那么然后，抵达六年后。英国军将其撤军。那么，到八年后，2011年的12月15日，美军降级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啊，你会奇怪讲，啊，美国人开遐侪钱，死遐侪美军，遐侪美许小战士拍歹个，拢总差不多账面上开应该超6000亿美金。我、这对咱台湾来讲，这要乘以30哦，啊，这开遮侪钱，竟然拢撤离，那也无甲伊拉克变作美国的51州，伊拉克州那也无，啊，都甲占领海战啊，甲推翻啊，啥物原因？就是国际战争法有规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人伊拉克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你虽然甲打败、甲占领，但是你到尾啊，你还甲建完，佮交当地民政府，吼、哦。啊，所以美国撤军嘛是甲建完佮交伊拉克的人所组成的伊拉克民政府。哦，就是讲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就是咱家己本土台湾人组一个团队，准备若美国军政府若离开，伊会甲建完交咱本土台湾人，吼、哦。过来。第二个，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咱来以中华民国做例。中华民国来台湾1945年到即马2015年，足足已经70冬啊。到今毋捌有一个条约，也是协定，有一个文件，顶面写讲，台湾澎湖的主权已经合法移转变作中华民国的。从来没有这个文。中国人啊，马上就向我讲了，讲啊，依照开罗宣言，台湾已经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无这个文件。哦，迄阵开罗宣言，罗斯福反对无签字。连迄阵要开开罗会议的时，美国创一个计谋啦。哦，迄阵的开开罗会是美国的战略布局。因为迄阵蒋介石知影讲，伊对抗日军，
日本黄金拢输，规个沿海新闻拢有咱的日本黄金甲占领。啊，蒋介石到去秘伫个四川重庆的雾都，啊，日本的无人机要甲炸，下骹拢大崩屋，唔知要安怎炸，看无。所以伊秘伫遐。那么一个书啊，派代表伊的密使去跟咱的日本皇军的迄个指挥官咧协商讲，好啦好啦，无咱卖去战啊啦，啊，都互你占的，都算你的，啊，剩的拢算我蒋介石安尼啦。但是美国的情报单位有得到这個消息，我等下讲蒋介石无想要去抗日啊，要和谈啊，我算赶紧冲击的国公啊，你好，我来。开一个世界五大巨头，吼、哦，四巨头会议，哎，中国，我给你行这个公牛呢，四大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吼、哦，我、啊、中国人都上爱民主的，哦，我是五大强国之一，我搁是五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啊，要来开罗，要开会，要跟丘吉尔、斯大林，吼、哦，啊，加罗斯福总统，好、哦，安尼来开会。斯大林听了讲，要邀请蒋介石，斯大林就无欢喜啊，不爱参加。啊，所以迄阵干那三巨头，都罗斯福、甲丘吉尔、啊甲蒋介石去伫开罗开。但是内底讲，罗斯福甲蒋介石骗讲，你继续抗日啊吼，啊我给你钱，我给你物资，给你美式装备，你继续抗日，伊就怎啊？美国作惊讲，这个日本军吼，那跟蒋介石和谈了，甲百几万的部队一半移防出来守台湾，还是守菲律宾。哦，啊，美国就吃不完兜着走，就爱那要拍菲律宾也好，要搁占领菲律宾转来，还是要占台湾，要拍甲败日本军，美军我爱死几啊十万人。所以罗斯福想一步讲，我给你钱，啊，给你名声，中国人爱钱，爱名声嘛，爱民主嘛，给你做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哦，蒋介石爽甲欢喜，所以就带因某蒋宋美龄就去开罗开会。啊，罗斯福讲要甲将来建交，若甲日本拍败，要甲台湾甲澎湖，要搁幸福中华民国。啊，但是罗斯福无了解讲。下关条约已经台湾澎湖永远割让予日本天皇啊，已经还不回去啊！而且1945年4月7日，台湾已经日本实施明治宪法，并且台湾澎湖这块土地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割不出去啊！所以究竟那和平条约是安那干那叫日本政府来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俩，主权无变更啊！哦，就敢若讲，你有一家地，我判令我来给你租五栋，啊，你讲一栋爱十万，啊，五栋五十万，我甲这条钱付予你，啊，咱伫大叔遐签一个契约，签契约，先后迄天开始，你就是放弃你迄块土一家土地顶权五年内底的地上管辖权，拢放弃给我。我判令我要种什么作物，种金蕉、山药乃至在我种，你袂使甲我管。但是五年到，你若不爱去做啊，你就收回地上管辖权。而且我甲你做，敢若签契约无办过哦，迄块土地的名、主权，还佮你的名，无变更啊。吼、哦，要安尼了解。所以，这块土地已经永远割袂出去。所以只有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尾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就不能割让给中华民国，只能要求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就是地上权啊。这是这个原因啊。台湾人，因美国人，伊订条约拢用英文，迄阵足趣味的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啥物人起草的？美国的杜勒斯，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起草迄个杜勒斯因阿公，或者要定国际条，爱英语作老的，所以内底唱作者机关呐，就咱秘书长那太厉害，你看有，所以甲一寡妹妹，
来了，美国人嘛惊着讲哦，这对咱秘书长来讲，这是外来语言呢。咱秘书长他有遐厉害，伊有法度甲 people on Taiwan 甲 people of Taiwan 拆开来分析，而且佫甲放弃，放弃佫有分作一款的放弃呢。吼、哦，有一款放弃就是讲以后无必要摕倒转啊。那么 renounce 这个是放弃。一定可提得上来呢，不一样。哦，这英文伊先到因到尾啊，拢会注明讲，这个条约有争议的时，是英文为版本，因为袂使用汉语。好、哦，中国字迄做到所以点变的，哈、哦。日本，中国队打败日本队，打败嘛中国赢。中国队打胜日本队，不论胜败，拢中国赢。所以这在合约上没准吼，以后会飞啊、哦。那么中华民国，你也在讲动作讲，伊来占领一栋大楼，叫做台湾大楼，是美国派来，其实是美国占领，只是派蒋介石来这个警卫室底下搞，替美国人搞这栋台湾大楼，啊，卖完毛泽东退去，这是本来是。韩战吼、哦、去救着蒋介石，迄阵美国发现中国人来管台湾，管到不得不去发生二八事件，台湾发生饥荒吼、哦，啊台湾人民不聊生，发生足侪人权案件。啊，美国本来是讲，换伊要阁发动部队，要甲蒋介石赶走，啊要要求蒋介石流亡去菲律宾。啊，无结果，啊未准备好，1950年。六月二五发生南北韩战争，吼、哦，毛泽东发动百万人民解放军来抗美援朝，所以救着蒋介石。迄、那个韩战就爆发哦，美国无法度两边作战，伊作惊讲蒋介石就拿完了，借个机会要反攻大陆，啊，就毛借个机会要来摕台湾，啊，美军要两边作战吼，伊路途遐遥远，要支援来到遮。真辛苦，因为隔一个太平洋太快了吼、哦。所以美国准赶紧改变伊个战略，准派第一舰队伫台湾海峡巡逻。有两个重要目的，就是讲，嘛无要蒋介石发动反攻大陆吼，去拍阿强；嘛无要毛泽东发动要学习台湾安尼。啊，要求。蒋介石爱美国开始予伊美元，吼、哦、支持美国，嘛支持蒋介石就反攻，因为蒋介石绝对是反攻，伊看毛泽东是血海大恨呐哈，恩仇哈、哦，所以准安尼韩战去救着蒋介石，无本来美国按算要甲台湾摕倒转去，吼、哦、占领权要去摕倒转来，吼、哦，所以。蒋介石只是由美国派来伫台湾这栋大楼的楼卡的这个警卫室咧做管理员呀。你看，伊这个管理员一直做到即马，当然有换人吼。为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到即马的管理员叫做马英九，差不多70年啊。啊，你做70年的管理员，敢有可能讲你管70年啊？这栋大楼怎变你的？无可能，抓头抓尾无这款物件。所以到今年拢特别出讲，台湾已经合法变更领土主权予中华民国了，吼、哦，无这个物件。所以，而且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你讲的就是讲，你若要合法可以，你中华民国你真正爱反攻大陆成功，把毛泽东的共产政权打败，你阁占领几个中国，你去你的南京总统府，你阁整理去，安、啊、尼可以合法。拄啊像法国。法国是不是所有的盟军反攻这个诺曼底大登陆吧？哈，诺曼底登陆反攻等于把法国收复回来，到了带伊的流亡政府去等于法国巴黎，哈，底下个生意的旗啊，哦，安尼这个真正个合法恢复法国哈，但是接近70年啊。中华民国已经无可能反攻大陆啊，所以无可能，所以也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伊只有继续流亡哈、哦。那么，咱来讲吐蕃就是西宗、浙宗，迄当时达赖喇嘛率领一部分的部众翻山越岭，逃亡去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啊，这块土地嘛是美国替达赖因所向这个印度租一个。差不多20平方公里，无大，哦，蛮贵个西藏的流亡人士去住哩啊。但是因伫啊，印度这个达赖喇嘛伊伫印度，伫啊做西藏的领袖，流亡去到遐，因咧选总理，印度人敢有看吐蕃这人咧选总理无呢？啊是安那中华民国来台湾流亡？啊！因咧选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咱日本的台湾人去堪比咧选。刚才因讲叫做中国帝国，吼、哦，帝国咧选帝王，啊，咱日本教，开咧堪比去国个咧选，帝王选伊个帝王，吼、哦，帝国选帝王，堪两头有关系，吼、哦。啊，所以真济台湾人无清楚，拢认为。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所以堪比伊咧投票，哈、哦。所以我拢一直鼓励讲，咱莫参加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的各种的选举啦，哈、哦。好、哦，法国头拄仔有讲过，哈、哦。好，所以美国军政府委托咱委托中华民国，哈、哦，占领台湾已经70年。那么，因为咱秘书长2006年10月2日告美国判决。以这个判决有5点哈，咱秘书长讲。那么解读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已经无远啊啦哈。那么现在美国军政府爱和我台湾身份证，伊的法源是啥款啊？这真重要。咱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有一个分类，只要你是正港本土台湾人，就是你的阿公阿妈，还是爸爸妈妈有日本时代用毛笔写的这些户口填本，所生出来的这些。人拢叫做本土台湾人，你就会当摕到 TW 身份。那么将来咱台湾民众执政的时，只有这个 TW 身份证的人，才会当做公告人员，无军啦吼，迄阵咱无军队。那么将来若咧选举，就爱有 TW 的身份人，才有资格去参加选举，做候选人，还是去投票。所以以后就无蓝绿对抗啊。那么因中国人民袂当摕到这个 TW 身份，所以将来。伫公家系统、吼公务系统，也是做老师的这些中国人，咱的人员也训练好，因都拢爱退位，拢爱换落来，吼、哦、将来因拢袂使做公教人员，吼、哦。遐教师、遐中国人咧教咱台湾人，拢教歹，甲咱台湾人拢教到变中国思想去，吼、哦。那么因中国人会当摕到啥物身份？伊退号做 C.E。因的身份是西，西就是 Chinese， 哦，中国人。伊的啥？伊就是流亡的意思，就是难民。因摕叫做难民证啦，好、哦，西伊 Chinese 伊在哈。好，那么真重要，咱比如就讲，变倒转来后壁有这个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的编号啊、哦。啊，你想讲顶管家这号码哪会堪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号码同款？无唔对。迄当时美军，吼、哦，就要求讲，你爱用这个编号，啊，这咱沿继续沿用就是讲，可以以后无缝接轨。那咧调以前的资料，拍这个入面，电脑就拢会显示以前的资料，哈、哦。好，那么这个叫做本卡核发依据如下，啊，这因为解释是我个放大，就是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有金山和平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三条，台湾关系法，哦，啊个美中三个公报，哦，的建交公报、白旗公报，哦，上海公报这，哈、哦，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啊个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哦，咱这是依法，哈、哦，拢有法令，啊，其中有一个这个台湾人做阿辉。一个中国政策，嗯，啊，阮中华民国呢？你看，台湾人去用价格，搁咧捍卫中华民国。人美国，所有全世界较大个国家，拢嘛敢若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啊，咱还搁咧回讲，中华民国已经流亡，已经死啊，咱还搁咧回哈。那么习惯的关系，我讲未完哈。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